要不是想能干，昨天不是买了那个开过的肉吗？没有完，今天打算用剩下的猪肉给小花做一个红烧肉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今天穿的是啥呀？这咋的了？不搭呀，这今天有点冷呀，我就把我奶的衣服给穿上了，这不符合我这种气质吗？村花的气质吗？村里搬花的是吧、啊、开干。 Hello 我是小花。早上来外婆家的时候，我媳妇说要带我去外面吃，我心里边特别的开心哈，去外面吃吧，这个机会难得呀。 你滚一边到现场一看，我给各位看一下，这就是我媳妇说的在外边吃。搞，我又没让你吃泡面，那我还得谢谢你了哈。把水拎下去，我还得给你干苦力。哎，帮妈妈打下手，听见没？啊，好的。吃个饭呢不容易啊。这个肉啊，是我媳妇儿昨天开锅的时候剩了一点，她觉得太少了，今天早上又去买了一点。还有这个捆蹄啊，放在红烧肉里面，小朋友也可以吃。先把这个五花肉出一下水啊。这样，对。哦，真乖。想吃啊？等会第一口就给你吃哈。哦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这下雨天你看，眼睛都红了。今天我以为是东南风，这刮的是西北风。西北风我都快喝饱了。我对你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切点姜片去腥味，搞里头盖上锅盖。好，今天为啥对我这么好啊？对你好还需要理由吗，铁子？我以后肯定好好对你。不是，让我有点受宠若惊那种感觉。咱俩以后要这样，我犯错你原谅我，你犯错我要原谅你，是不是？咱俩好朋友来握个手。来来来。像我们小时候就是吃这个大锅饭长大的。像小肥牛或者是更大一点的小朋友啊，都没有进过这种大锅了，可能只有在一些专门的一些饭店里面才有这种大锅。不过这种锅做出来的饭是真的香，哇，好肥的公鸡啊！宰了它！去除血沫就可以下锅了，把肉盛出来。今天我跟小能干终于实现了猪肉自由，想吃就吃。之前30块钱一斤的时候实在是吃不起，这个是在我们这边超市买的，不过有点搞不懂啊，很多大超市啊现在排骨还卖到60一斤，吃这个排骨还不如吃牛肉香呢。这冰糖少不少呀？不少，都多了，放不了那么多。糖尿病。够了够了，今天少吃一点，只吃两碗大米饭。冒尖的那种。用了大锅做饭嘛，就是有一点坏处，就是要不停的添柴火。看见后边红布盖的东西没？都是就我们家的干稻草。再做几顿呢，估计啊都快被我薅完了。今天老铁的手艺能让你把舌头都吃肚子里去。你这是不想让我再讲话了呀？省得你老是找我妈讲废话。加入葱姜，再来点香叶八角，香味出来了，这个肉香真的出来了。哦、来慢点，看着盐啊，多震动啊！加水。豆腐捆蹄，这刀工一看就是蓝翔毕业的。滚！盖上锅盖，撒上100粒白银。尝一下。爸爸，爸爸，妈妈。哎，宝宝。牛啊！让你不听话，非乱跑。好好吃。没看到啊。还挺能嘞，你咋？咋的了？挺能嘞。开锅了。都化了。等会儿媳妇这顿饭可真不容易，前前后后准备了3个小时才做好。这幸亏我中午瞪着点，不然呢，指不定饿成啥样呢。肥牛在车上玩着玩睡着了，不过不影响我们俩干饭。老狗倒茶。我不客气。我媳妇特别贴心的，还给我浇了点肉汁，知道我这点爱好啊。吃的开心吗，铁子？开心。开心，我想跟你说个事情。说。你别生气啊，你站这边。我怎么有点慌呢？你这车子让我弄了两次违章。什么？两次违章。站着。有人，把东西给我看一下。把树砍了，你放心，我没有驾驶证，我知道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上个月信息让我给删了呀。删信息，删信息呀、啊！什么时候的事？几号的？啊？几号？29，我给你看看。你别生气呀、啊。这都一个月了，万一这钱没交，要罚款呢，知不知道？
今天铁子对你那么好，那两次违法记录，铁子也不是故意的。到底是不是你开的？不是，是不是你闺蜜开的？对呀、啊，去找她。都跟我找丈母娘去，走。我妈没得假，那是你没滚。我要去评评理，走。今天给你做了这顿红烧肉，花了我一个下午的时间，是不是？咱俩是不是好朋友？是是，走。我说媳妇今天对我怎么这么好呢？给我烧红烧肉吃，原来是犯了错呀，心情还是难以平复。跟你搅的不就行了吗？量子微涨还、啊、还不当回事呢。我到现在一次都没有啊，你开两次出去。今天哄好又车醒，美滋滋，不怪你了哈，下次别开车了。你干了，你干了。这俗话说呀，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。你叫我咋怪他？给我做顿饭，做了三四个小时。算了，明天到那个车管所把这100块钱给交了。谁让他是咱媳妇呢？是不是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